在这个线的旁边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80厘米的这个，然后找到中间的位置，然后在上面再打一个平结。好，我们先拿到旁边来把它固定好啊。这个线整理好了，好，一个平结打好，然后我们把它靠近，就这样啊，把它推紧了，然后再把这个平结拉紧。好，下面怎么编大家看好了，我们把这个放在下面，然后这一根线，我们拿着钩针细的这一头